在台北捷运很方便，但是最近呢，更有民众发现了北捷有一项设施蛮贴心的。台北101世贸站一号出口旁边设置了一个雨伞指示灯，当外面开始下雨时，这个灯号就会亮起来。而北捷公司表示，这个设计的目的就是要提醒出站的旅客们提前准备好雨具，避免大家通通在出口平台上滞留，衍生回堵。搭乘捷运出站，准备上手扶梯，不过抬头一看，墙上怎么有一个雨伞图案？其实这是北捷的贴心设计。这个指示灯地点在台北捷运台北101世贸站一号出口，其实从107年十月就已经设置，不少民众天天搭捷运进出，但都没有留意。以前我没注意到这个，那是什么样的用途？我是觉得它蛮可爱的。揭晓，原来是要提醒出站乘客先把雨具拿出来，避免在出口回堵。有网友笑称，下面可以再设一个轻便雨衣或折叠伞贩卖机。还有民众笑说，这个如果是在基隆，可能要晾一整年。造成一些交通上的一个拥挤，每个站应该都有啊。如果它下雨的话，就伞一下。可能在这边比较宽敞的地方，它就可以先把伞具啊、雨具拿出来。如果方便的话，是可以啊。贴心设计，民众很买单。但其实除了台北101站，西门站的6号出口去年也跟进装设。台北捷运公司说，目前这两站都是示范车站，会视旅客的反应及需求，研议是否推广。下回出捷运站前，不妨留意一下这个雨伞标的指示灯亮了，先把雨具备好。记者陶勋宇林宇台报道。